家的这个台面是黄色的，我看着很像脏的，然后我问房东，他说本来就是这个颜色。老天爷呀！来啊，你头上了。
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油壶，这个油壶后面有口，它老是往外面漏油，你看又往外面渗水了。真的是万物皆可保鲜膜，我真的是学到了。天干活干的时候好酸，现在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堆在这边，哦，好的东西都需要上墙或者是放架子里面，但今天实在是太累了，所以就先摆上去吧，然后回头再好好弄。现在呢，基本上功能是够了，然后可以在这里做饭了。